吵吵吵吵吵吵！你撞我！哎，你还得帮一忙啊！说，我弟你得帮我看着点儿。我姐跟我姐夫斗这么多年，一直没人管，弄得现在什么正事儿没有，我得让他回正轨啊。我去合适吗？你弟能听我的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他玩心重，到现在也这样。那不正好吗？以毒攻毒，谢谢你啊。 哎，吵吵吵吵了，吵吵了！哎，等我呀，把我们家这俩大事安顿好了，我就踏踏实实弄公司的事儿。哎，服不服？来，不是你家有吃的吗？不是，你刚吃过吗？不消化呀，运动量这么大，你赶紧！行，你来正好。 他进门的时候，冰箱里有吃有喝的，人家牛牛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对你这么好，怎么的？我幸福着呢，吃醋了？快点弄去，打这局，快点调一调，你弄去。